Hello, boys and girls. Let's start learning lesson 12. 今天我们来学习第十二课的内容。啊，那么在这之前，我们已经学过了非常多关于数字 number 的表达方法。比如说，我们已经学过了表达加法的句型 ，What's one and two？ 答案是 it's 加上数字，比如说 it's three。我们还学习了什么呢？还学习了询问班级的句型 ，Which class are you in？ 答案是 I'm in class one, grade four。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会跟数字相关的表达方法。第三个呢是学习过这个询问号码的一个句型啊 ，What's your number？ 回答可以是 I'm number 13， 也可以是 My number is 13。最后我们还学习了什么？学习询问时间的句型啊，一个最简单的询问时间句型是 What's the time？ 答案也很简单 ，It's 7:20。现在是7:20，只要把这个两个数字说出来就可以了。最后呢，在本单元里我们还学习了从13到20的英文表达方法，对吗？还有从1到10我们都应该学会拼写了。所以这节课呢，我们的重点就是把这节课的啊比较难的一些句型我们重新的来温习一遍。What's 什么 and 什么，这是一个表达加法的句型。Which class are you in？ Which 还记得是表示什么呢？表示选择，表示哪一个的句型。那么 I'm in classI'm， 大家看到很多地方都可以用的 I'm 这个回答方法。I'm in class grade， 表达自己的年级和班级。I'm from China， 我来自中国。那都是表达自己的属性。像在这里还可以说 I'm number six， 我是六号，也是表达自己的属性，都可以用 I'm 来形容。那么这个问的是 What's your number？ What？也是一个很常用的一个开头，那么我们可以说 What's your name? What's your address? Address 是地址。好，What's your number? 你的号码是什么？当然还记得这个情境是什么呢？ What's your number 的情境是在一个运动会上问你的运动员号码是什么。但如果我们平时身上肯定不会写一个号码，对吗？那么平时有人问 What's your number？ 啊，一般是问你的 phone number。 What's your phone number？ 你的电话号码是什么？那这时候你就不能说 I'm number 1234、我们只能说 My number is 1234、可以这样子说了，因为电话号码不是你本身的属性了，对吗？最后还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平时都可以用到 What's the time？ 现在几点了，也可以用 What time is it？ 这也是一个询问方法的啊，询问时间的一个方法。那么 it's 表示回答现在几点了。那么现在几点了有很多种回答方法，我们学的这一种呢是直接把数字读出来，比如说7:20我们读成 7:20。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后面的啊数字提到前面来，变成 it's 20 past 7。Past 表示过去，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常用的呢，就是形容半点的这个词汇。比如说9:30怎么说呢？可以说 可以说 9:30 也可以说成是 9:30 9:30，那就是9:30。好，最后呢需要我们去重点记忆的就是 1 to 10 这些单词都是需要我们去spell 需要拼写的。当我们学会它们的拼写之后呢，再去记20以内的这些表示十几的数字的时候就会比较的轻松。因为我们还记得这个规律，后面加上 teen， 我们在这个表示几的数字后面加上 teen 就变成了十几。好，在学习课文之前呢，老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What's 10 and 10？ 10+10等于多少？
好，大家一定会说是20 ，it's 20， 对吗？但是呢，在这个课文里啊，我们却给出了不同的答案。那么是为什么呢 ？Let's read and find out。首先看看这幅图啊 ，What's in this picture？ 这幅图里都有什么呢？首先我们看有一个黑板，一个 There's a blackboard， 还有一个课桌 There's a desk。那么 What's on the blackboard？ 在黑板上有什么呢？我们说这里有一个一加二等于几，我们这个一加二的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叫等式 equation。所以我们可以说 there is an equation on the blackboard。好，黑板上面有一个等式。那么 there's 啊，这里有两个同学。那么啊，这个男孩呢在问 what's one and two。那么他指着这个黑板上的等式在问这个女孩答案。他说 What's one and two? 女孩说 It's three. 是一加二是三。那么他说 Good, 非常好，答对了。你可以说 That's right, right, 正确的。那么下面呢黑板上又换了一个等式，我们说这个是 What's eight and seven? 好。8 and 7, 那么小女孩犹豫了一下思考了一下说 It's 15, 对7加8是15那么继续看黑板上又换了另外一个等式是10 and 10大家这时候想起了我们刚才问的一个问题 What's 10 and 10? It's 20对，小女孩回答的呢也是 20， 但是男孩却说 no。那么为什么不是这样呢？女孩问了 why not？ not 表示不是， why 表示为什么。那么 why not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情境里呢，就是那么答案为什么不对呢？为什么不是呢？好，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不是。看这个 this boy， 他首先拿出了。一副什么放在这里这是一副手套 gloves， 这是一副手套。那么他说 look 10 and 10， 他说的第一个10是什么呢？是他的两只手 his hands。 那么两只手一共有十个手指，对吗？那么两个手套一共有几个手指呢？也是有十个。所以他说 look 10 and 10，这里有两个十，那么这两个十加起来等于多少呢？ What's 10 and 10? 那么看到下一幅图里面，他戴上了这副手套，那么他就让10 and 10 变成了 10， 就是十加十还是等于十。那么他把手套戴上之后，还是只有十个手指头，是吗？所以说啊，小女孩觉得非常的有趣，她说 Oh, that's funny. Funny 表示有趣的滑稽的，这真有趣。好，具体看一下课文。那么 What's one and two? It's three. Good 表示很好。那么老师也表扬你答问题答得很好的时候，可以用 very good, great, brilliant, excellent， 这些都是同学们经常会听到的一些表示夸你问题答得好的句子。Good。接着问 What's 8 and 7? 答案 大家还记得吗？表达的是犹豫了一下，思考了一下。我们也可以说 Well, it's 15. Well 也是当你想要停顿一下的时候你可以加上的一个词。那么我们想停顿一下但是又不能太尴尬的时候，不能是 silence， 不能是安静一声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说 或者是 Well,It's 15. Well, I think, I think, 都可以表达是我想应该是怎么怎么样。最后问了一个问题 ,What's 10 and 10? 那么他很快就回答是 20, 对啊是20啊，但是他说不对。那么他说 Why not? Why not?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在这个情境里他说我这个答案不对，那么为什么不对呢？他就要问一下 why not，
啊，但是我们在啊其他的情境里，这个 why not 也可以翻译成为什么不呢？啊，比如说啊 ，let's go to the park， 让我们去公园吧。那你就可以说 OK， why not？ 为什么不呢？表示一种反问。我们说反问呢，里面呢就已经带着答案了。为什么不呢？那答案就是当然要去了 ，Yes， of course。所以 why not 这两种啊表达的方式，大家可以记一下。下面呢是啊，我们想起那张图片，他把手套和他的手放在一起，那么这是 ten and ten， 但是当他们加在一起的时候 ，so ten and ten is ten。当他的手戴上手套之后，十个手指加上十个手套的手指还是十个。啊，小女孩说 ，Oh， that's funny， 她非常的啊，觉得非常的有趣。好。啊，那么我们再回顾一下之前已经学过的知识。首先看一下左边这幅图 ，Look at this picture。小女孩手里拿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 Class One Grade Four。好，还记得这个应该怎样表达吗？表达是啊 ，Which class are you in？ 那你可以说 I'm in Class One Grade Four。好 ，Class One Grade Four 啊。把班级这个比较小的单位放在前面，那一定要记得老师举的那个例子 I come from Beijing, China， 我来自中国北京，也是把北京这个比较小的单位啊放到前面去。那么像这个小男孩啊，他 T-shirt 上面写了一个数字 So, what's on his T-shirt？ 那么上面写了一个什么呢？啊 ，It's ten， 我们说上面写的十。所以如果我们问这个小男孩 What's your number? 我们问 What's his number? 他会回答说 I'm number 10， 对，我是十号。那么他来自哪一个班级呢？他是来自 Class 4 Grade 3。 好，他是三年级四班的啊这个同学。下面一个啊，表示询问时间 time 的一个啊句型，看这是什么时间啊 ？What's the time？ 这个是 6:07:20， 对 ，It's 7:20， 现在是7:20。所以呢 ，What's the time？It's 7:20。这个等式，看到这幅图片，我们应该如何去描述呢？那么There's a equation， 啊，我们说这是一个等式，那上面是7+8等于多少？我们一般会说 What's 7 and 8？ 答案是 It's 15。对，那么最后很重点的是从一 from 1 to 10， 我们这些单词呢都需要自己去啊把它们能够拼写，达到可以 spell 的这个程度。啊，最后做一下本单元总结的一些例题。看这个答案 ，it's 20， 啊，那么可能是问一个等式的答案。好，我们来找是否有一个等式。首先 A， 看一下开头是 which， 可能就不太对，是吗？因为我们问等式答案的前面应该是 what， 对吧？所以 which class are you in？ 啊，不对，哪个班级？第二个是一个啊。不是一个问句，那么 it's 7:20， 现在是7:20啊，跟这个是答非所问啊，所以 C was 9 and 11，九加上11等于，对，我们说等于20，那么这个答案是可选的。最后也不要放弃看一下 D 选项 ，was 18 and 19， 哦，一看这两个。18, 18, 19, 它们加起来应该非常的大，并不是 20 是吗？好，所以这道题我们选择的是 C 选项 ，What's 9 and 11？ 选择 C 选项。那么这道题 What's the time？ 回答应该是一个表示时间的句子是吗？来找哪一个是表示时间的？首先第一个 Yes, it is。这是一个肯定的答语，并不是这个。
第二个是 no thanks， 表示委婉的拒绝他人的帮助啊。那么也不是这一个，那么 C 选项 it's 17 有一点点像，因为 what's the time 我们要回答 is 对吗，但是他回答的是 17 是17啊，并不是一个表示时间的词语。最后我们只好看一下 D 选项 it's 18啊，我们说这个是一个时间对吗，所以 what's the time 回答 D 选项 it's 8:18。 好，第三个，根据等式的这个提示来填写出正确的单词来完成句子，这个等式是4加上5等于9，那么我们用英文应该怎么说呢？ what's 4 and 5，答案是 it's 9，没错， 4 and 5 还有9都是本单词本单元我们需要去重点记忆的单词从1到10之间的单词，所以记住它们的拼写方式。这三个词呢老师都有跟大家剖析过它们是对吗，是怎样拼写的，那么根据它们的发音来记住它们的拼写方式。最后根据汉语完成句子，你在哪个班？我在4年级1班。哪一个，我们看到哪个的时候问句我们就应该首先写上 which， 对，那么班跟在 which 后面是 which class， 你在哪个班？ which class are you in？ 好，我在是 I'm in 4年级1班。4年级1班我们把哪一个词先放在前面呢？要把一班放在4年级前面。还有一个要注意的是什么呀？注意的是专有名词4年级和一班，他们的首字母都要记住大写。4年级是 grade 4，这两个单词都要大写。那么一班是 class 1，这两个单词也要大写。最后看一下成型的答案就是这样， which class are you in？ I'm in class 1 grade 4。 好，非常重点的要记住这个大写要注意。最后呢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我们已经学会了根据跟 number 相关的，首先是加法， what's 1 and 2 is 3。 第二个是询问班级号码Which class are you in? 你在哪一个班级？ I'm in class 1 grade 4， 我在4年级1班。那么也可以加入你自己的真实的这个班级班号。还有一个是学习问这个号码 What's your number? 那么当然我们也说这一个是在特定场景里面问你的号码是什么那么这里是问你的运动员号码是什么。如果说我们平常有人问 What's your number 应该问的就是你的 phone number， What's your phone number， 你应该回答的是 My number is， 而不是 I'm number， 因为 I'm 是自我属性。好，最后学习问时间 What's the time， 当然也可以说 What time is it。 好，那么最后 Let's count from 1 to 20。 1, 2, 3, 4, 5, 6, 7, 8, 9, 10。 那么刚才这十个数字呢 1 to 10 就是我们需要去拼写的去 spell 的一些单词，1到10。那么掌握它们的拼写之后再去记这个11到20，这样十几的数字我们就会比较的方便了。11到20，我们再来数一遍。Let's count from 11 to 2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好，这就是11到20。那么我们说其中一些是非常有规律的，像13, 14, 15, 16，还有后面的17, 18, 19都是这个数字加上 T-E-E-N 加上这个 teen 这个后缀。
但是呢也有一些不规律的，像 11, 12, 啊，这两个呢我们就是要去啊重点的记忆一下。而这个 20 呢已经到了啊几十的这个阶段，所以它是后缀是 ty,20, 那么以后我们也会学到30, 40。好，那么最后还学了一个 why not, 在我们今天的课文里啊，以我们今天的情境说的是为什么不是呢，为什么我的答案不对呢， why not, why 表示为什么，那么以 why 开头的疑问句呢都表达的是啊为什么是这样呢。而这个啊在我们平常的情境里呢 why not 也可以是一个反问句，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我们知道反问句表达的就是肯定，就是我们要去，比如说 let's go to the park, 啊今天天气很好我们去公园吧，你可以说啊 yes, okay, why not, 好的为什么不呢，那就是好的 of course, 我们去吧。啊回去之后还是要把 1, 2, 3, 啊这个数字弄得熟练一些。好啊，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谢谢大家。